中国武汉肺炎 NCP 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持续延烧，目前不见减缓趋势，已经从生活层面影响到时尚界。台湾品牌夏姿晨 Shizhen 更是12年来首度取消巴黎时装周的秋冬品牌大秀。夏姿原定3月2日于巴黎时装周举办2020秋冬大秀，今11日发表取消声明，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全球影响持续升温，我们对于疫情的蔓延深感遗憾，也感谢前线医护人员的辛劳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我们考虑到公共卫生以及实际宣传效应的问题，与法国时装工会达成共识，本季将取消作秀，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发表2020秋冬新系列。拥有41年的品牌历史，夏姿晨于2008年首度登上巴黎时装周，每一年都有大批欧美、亚洲艺人及布洛克共襄盛举，让全球时尚舞台看见品牌中西合璧的创新现代设计美学。这回取消半秀将是品牌登上巴黎时装周以来的首度缺席，除考量公共健康安全，也因华人饰品牌销售市场主力，现在欧美地区排华问题严重，导致品牌方与 VIP 顾客恐怕无法到场看秀，即使举办时装秀效益也不大。